So lots of love 所以很多很多的爸爸的爱，from Sadhguru Baba, 从这个至高的导师，and feel Baba's hands, 是爸爸这儿，我们能够感受到爸爸手的触摸就在你的，我们得到他很多很多的爱。Not as I said hands, but there is...我刚才用了手这个字，实际上是光，但是我们可以想象爸爸给我们很多很多的爱，给我们每个人。Om Shanti。 刚才所讲的呢，就是刚才在进饭爸爸从上面给的信息。我们做练习，当我们练习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说我们有多少可以进行练习的，那么它又有多么具有的这种实际意义，而那种感觉会到来。如果我们心智里只有知识的话，我们没有进行练习，没有让它变成一个真的，但你的体会会是什么呢？而这体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就像昨天，你就看着你自己的身体，你就成为他的一个受托者。有的时候我们常常用两个字，一个呢，我们是不是家庭户主，你永远在这照顾着，另外一种呢，是你受到了身体的器官的吸引，有时候眼睛就让你看这儿，耳朵听那个，有时候嘴说些什么，一个是受托者，一个是你受到身体的牵引。爸爸说，仍然你还是有些束缚在。然而对于这种在身体意识之下，这个受身体控制，你脑子里总有些事情，家里这个家具又怎么着了，这儿又怎么着，那怎么着，然后你的心智老是被家里这点事儿转来转去，这种很粗俗的心智，它总是让我们进入到一种有限世俗的东西，无论是物质的还是人际关系。但是作为一个受托者，受托者管理着所有的一切，但是他都不会受这一切所吸引，因为这种思想当中的这种归属感，我和我的这两个是最大的一个束缚。所以我是个灵魂，我有一个身体，Only taking care of body. 这一整天里呢， That is why one very, very beautiful tradition we have. 当我们有这个特别特别好的这样的一个习俗，无论什么时候，我们给这个身体喂养什么食物的时候，我们先给它敬给爸爸。也就是我们吃饭的时候，先要敬一下。想一下爸爸，所以呢，我就不会又进入到这种粗俗的状态。当我做饭的时候，我就有一个想法，我们这是给爸爸做的，然后当然了，我们先敬给爸爸做饭，然后我们会给家庭给孩子们，所以我永远有这个想法。所以那我就不是一个户主的这个状态，而是一个受托人的状态。清晨醒来，
我们早饭做这个事情那个事情，这一整天里都在忙活着事情。一个呢是给爸爸敬饭，一个呢在吃的时候一直要保持在思念当中。所以你不会觉得说活着就为了吃，或者我们活着是为吃，为或者吃是为了活着。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食物不光是为这个身体，我们要成为一个受托人，而不是成为这个身体的一个管理者。但是我们一直受这个身体的这种吸引，但我们作为一个受托人的话，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会给予帮助。我们确实要照顾这个身体，但是我们不会被这个身体在所有时候所牵引着。当我们练习的时候，我们会注意到这一点，灵魂和这个身体有多少的束缚，无论从思想上一直到行为上。我喜欢把这说，我们把束缚变成了这样的一种关系，你不用去受苦。像有些人说放弃，有些地方有些宗教放弃是一个很艰苦的过程。涵盖很多的内容，多少天你不能吃东西等等等等，很多变成啊，不用，孩子们要保持你的身体的舒适，不要让他受苦，但是不要永远一直被这个身体所牵引着。会有些形式出现，But it shouldn't make you worried. Like if we don't get this, it's all right. There will be always. 如果死亡来了，你又能干什么呢？但是并不是说你缺了一个什么东西就会怎么样。爸爸说，作为一个受托人，直到到最后，爸爸都会有东西喂养你，哪怕是就是一个小饼。爸爸会给你这个身体所需要的东西。所以我要说的是，这些是我们需要做练习。你这么做的时候，你才知道我需要些什么，哪个东西需要多一些。哪怕我们一整天我们都在每天都在增强一些事情，但实际上我们只有这么一个事儿。我们要知道要给这个身体什么，有这样的一种习惯，我们必须给身体养分，是不是？但并不是说味儿要好，或者是一个非常外在的表现形式的一种喜欢。我以前曾经提过，我们的思想我们把它提供给爸爸，我们必须让自然界更美丽。我永远说，当你宁静祥和的时候，你不光是跟你的呼吸保持一个宁静祥和，而且你创造了这样的宁静祥和，在你周边的空气当中都创造了这种宁静祥和。无论是什么样的品质，无论我祈请什么样的得到，我要通过身体来应用这个美德。而且我也把这一切
给予自己。我开始有更多的理解力。爸爸说，你们必须要让自然，也应该让它完全的正确。你们必须会成为这样的一个胜利者，和自然在一起。你的个性是什么？你应该让自然界完全的正确。我的态度，我的思想，我的语言处在完全正确的状态。身体成为这自然界的一部分，因为我传递着这个电脑波，这声音也变得宁静祥和，它增加了一种自然的宁静祥和，成为完全的正确。所以我们说，我们做了很简单的，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，我们身体的受托人。你不用让你身体。进食等等等等，当然偶尔进食一下有好处对身体，但是不要让它太苦。无论你需要些什么，因为身体需要一些养分，你有时候需要在阳光下，有时候需要水，所以身体也需要这样的一种滋养。我们要有好的习惯。首先我们很明确的说，无论我为这个身体用些什么，我先给爸爸提供，然后整个的概念就是无论我有些什么，无论我有什么，他是爸爸的。Many those who are living at centers or surrender. 很多人住在中心。我们爸爸给我们很多，无论他给我们什么，因为爸爸的，我们一切都是从爸爸的箱子里来的。时间呢，我们可以看有些地方。什么时候你到爸爸家，你坐在那里，你看菜呀、等等的，我们都会及时的把它用掉，而不是老往商店跑。所以爸爸的厨房也应该是这样的，我们应该很高兴的去。周六或者是我们准备好了第二天要做周日要进换的东西，所以你的感觉应该是，无论是你是在家里的还是在中心的，我穿什么，无论我做什么，personal gift, then you use that gift. Every time you will use it, you will remember who gave you. 无论什么时候，有的时候有的什么人给了你东西，然后无论什么时候你用，你都想起来说，哦，这是谁谁给我。你的心智就受到了那儿的吸引，所以你说这是从爸爸那儿来的。所以永远要记得，这不是我的，这是从爸爸那来的。每一个事情，无论你用什么，爸爸给了我这个，我是从爸爸的盒子里拿出来用的。所以无论你做什么，
快乐的灵魂永远它都是满满的，我们应该有这个好习惯。我们有个好习惯，永远是满足，无论爸爸给我什么我会满足，我都会高兴。无论爸爸喂我吃点什么，我都为此感到高兴，所以一直会保持这样的满意满足，永远有这样的一种感觉，我属于爸爸，而爸爸正在滋养着我。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我和我的很深，有时候你想，哎呀，我的身体我得找。有意思的是，当时爸爸进入到 Brahma 爸爸的身体里的时候，那时候 Madhavan 也没有活水，我们都是拿桶去打一点水。所以每当我们用的时候，这个是爸爸的工具，马车当洗澡的时候用桶去洗的时候，哦，我再洗一洗爸爸的这个工具，或者说爸爸的这个马车，就很简单的一个方法，他用词了一种。我们有的时候有日常的那种对身体的照顾，我们很集中，就集中在身体上，在世俗的事情上，在你洗澡的时候，很多在世俗的那个社会里头，一些兄弟姐妹在洗澡的时候也都说 om om。 我那时候在想，他们为什么这么说呢？爸爸说用一个简单的方式去记住爸爸，我在给这个身体清理，我让身体高兴一些。所以这样的你能够多一点思念，无论我们做什么都不是被身体所牵引，而是一种滋养它，按照这个最高的指示。所以我们感受到这个身体，我们喂养它，用完全正确的食物去喂养它，完全正确的，不光是喂它点蔬菜，我们带来了这样的一种纯洁的一种情感意识。我记得爸爸说有一个地方呢开了一个新的中心，然后爸爸就给了我500块，那时候500块就特多。那我说我用，爸爸说你用这个钱买食物，因为这个地方还没有 Brahmin。他说房租呢你可以用其他的钱，但是你要是买食物你用这个。就是爸爸对我们来讲呢特别特殊，哪怕是这个钱怎么用，用什么钱，因为中心是新的，没有 Brahmin。 后来他们也成了，那个地方有 Brahmin 的时候，他们也把钱放到箱子里，然后爸爸就用这样的一种纯的关系，这个钱怎么买，怎么去做，然后再给这个身体吃。因为身体实际上也是很有价值的，非常有价值。所以我们无论有事，我们都受到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习惯，不要对任何事有贪婪，吃你应该吃的那么多的食物，不要贪吃，
有的时候我们对食品有很多期待，有很多牵挂，对食物的依恋。是的，你做一些东西是很好的，但是不要对食物牵挂分裂，对食物的那种非要怎么样不用。无论什么时候，只要你有了身体意识，你在灵力之下才能保持健康，然后把这个身体给摆脱。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一种意识，非常重要的。想一想，练习啊，并且说，什么地方你需要更多的注意，什么东西很精微的一种眷恋、牵挂，对这个身体。因为任何东西都会影响到你的心思。Connection, anything's connected with the habits of the body. 任何事情都和你的习惯有关。So requires some subtle attention and 所以需要某种精微的注意力，要有正确的意识去做事情。Om Shanti。Om Shanti to all. Om Shanti. On this Satguruvar day, beautiful day, we just had a lovely message from Baba, very much in keeping with the efforts. 因为今天是我们的中午，他是所以吃饭了。爸爸呢，就提醒了，所以我们不要忘了爸爸给我们的祝福。很多很多的，从爸爸的信息里给了我们得到这样的提升。其实马希尼刚才分享，我们要在日常的情况下进行实际的练习，也要在很轻微的情况下，对，我们要很实际，对很多东西加以注意，对我们的力量，都是一种意识。我们应该积累这样的时间上的，让我们有更多的注意力，使得我们不是说你拍着自己说被我，而是你知道有些事情你是应该做得很好。今天我们练习的是做这个身体的受托者。一整天你们在练习很多的光，很多的轻松，我们的这种对这个身体上要有注意，而且我们有很多的情感呢要无忧无虑。我就是受托者，所以爸爸让我有这样的一种责任，这是非常美丽的。我怎么样为爸爸、为家人、为人类做这些？在方法当中，他谈到一个叫毫无眷恋。我们从所有束缚当中解脱出来，一个方法它展出。我们如果我越来越累的话，你再去看看哪些方面还需要注意，特别是它比平常可能出现的更多。哎，这是什么事情出现在我们？我为什么会感到累了呢？
什么地方不对了，所以我们应该是一个毫无倦怠的做。另外一个品质，我们说作为一个行动的牺牲者，而不是就坐在那里，我们用我们的身体作为一个行动瑜伽修行者，无论是你内在的这种对话是怎样，你有时候经常会用我和我的这两个字给我们创造障碍。任何人，你把你自己的话录制下来，你会发现有很多我和我的。我这个，我那个，等等等等，所以有些东西呢，你要非常的小心。所以我们写字叫做信托者、信托人，这是非常好的爸爸给我们的字。通常我们会说，我们做户主啊，家里有很多人，所有的这些。我们可以把这个身体想做一个家庭，你这个身体每一部分，你如果不注意，它可能都会牵引你的注意力。所以我们怎么能够保持自己待在这样的一个莲花宝座上，所以不再受身体的牵引。总而言之，我们下一个是我们练习这个和那个，每一天呢，我们都会，每一天的练习互相之间都有联系。明天呢，我们会说习惯，习惯呢和我们的潜意识也有关。我们有很多关于眼睛、嘴，还有哪个更重要的呢？耳朵，是不是？我们做了很重要的决定和决策，这五官。今天是什么和你说？他怎么样让我们对味觉与感兴趣？某个习惯，爸爸创造这个汇合时代非常美。我们把东西献给爸爸，敬给爸爸，然后我们自己再用它。而且我在想说，爸爸经常会说揪我们的耳朵。有的时候，在今天呢，有这么多的一种声音、噪音等等等等那些。有一天，爸爸说：“你有些人我喜欢听这歌，听那个。”爸爸说：“你就听爸爸的歌。”我们看看爸爸会给我们什么样的歌。我们说，与此同时，我们要注意所有的这个器官，不光是眼睛、耳朵和嘴。I think all of the five senses we have to conquer eventually. And 我们说这五大器官，我们应该去征服他们，征服，然后取得胜利。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，the sense organs are the connecting point. 我们自己的一些器官呢，它互相之间有联系，它和灵魂之间也有联系，和自然也有联系。所以我们必须成为跟自然界在一个高度协和上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进行这个练习。我们创造这样的一种，有这样的一种习性和习惯。所以我们现在是明天的练习是我是一点光，我是一个两眉和前额之间的一个活的存在。
我坐在我自己的莲花宝座上。I nurture the relationship with my sense organs. 我用我的五质器官来滋养着这些关系，通过一个良好的习惯。我是一点光，再重复一遍。一个两门和前额之间活的存在。Seated on my lotus throne, 坐在我的莲花宝座上。I nurture the relationship with my sense organs. 我用我自己的五质器官滋养着。通过良好的习惯滋养着。For me, a big pull is the messages on your WhatsApp or your email messages. I mean, a lot of WhatsApp 啊，可能有很多东西，你要等一等，去看，哎，什么东西有吸引我的注意力？你应该能够控制你的器官，让我们看看明天我们怎么做。我们坐在这儿五次，然后当然我们有很多行动瑜伽，行动瑜伽的一些所以我们要小心看这个世界，我的。在明天的时候我们也会学习到很多。Yes. You see, all the time, do everything. 我出吗？他说没事。Good for the self, but also support for others. 你都要保持微笑，这微笑对你也有好处，也帮助到了他。而且我们也会得到合作。我看到了，就是大家在一起做事，事做得特别快，而且很高兴。我们在一起互相分享着，并且把责任都分担一下，然后我们都得到了合作，永远有着这样的理想。明天会是一个很好的一天，我们看看我们有多少微笑和一个欢欣鼓舞的脸，并给其他灵魂以帮助。Om Shanti。今天的课呢就上到这儿，我们看看后边课程就到这儿。我们看看后边呢还是跟家庭分享，就是每天他的照片都会有一些。有一些是老的照片，有一些是新的照片，逐渐的熟悉。他说，这些祖先灵魂的分享是受到了天使的护佑。这个呢，叫家的故事，我们家的故事，就是把可以来。这个照片是我们常看到的，在历史里，爸爸和姐妹们和一个家庭中，爸爸要上课，是一个。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孩子，我那个时候老受到那具体的批评或束缚，我就想从世俗逃。爸爸跟我说，孩子，你应该有这么多的忍耐力，所以给我特殊的，让我有的时候能够离开。我曾经呢用自行车开骑自行车去听爸爸的 Morley。 爸爸用这样的方法呢做福，让做深久的瑜伽服务，
并且以这样的方式呢，说我们要成为王子，不要焦虑。好长时间，爸爸都在我内心深处，特别是后来的时候，灵魂呢有着这样的一个运气，而且你就会成为有这样至高的一种运气，成为他的帮手。那我就和爸爸在一起，有的时候我会给爸爸做一些按摩的工作，然后呢我那时候得到摩里，我在那儿呢有这个责任，有这样的一种就经常得到摩里，特别是当我在坐在那儿做这个大概是1967年到1968年晚上的时候，他就做，我就看呢，我在那儿给爸爸做，爸爸就超越了，就好像他根本就不在那儿。突然间，爸爸又回到身体，他说：“孩子，你还在按摩吗？”这说快点，我还得写信呢。我立刻说：“爸爸，你刚才都没身体了，你给了把这个东西给了，爸爸是不是？所以你回来了。无论我给这个马车做了什么样的按摩。”然后我们就这两个灵魂都得到了祝福，难道要给这个马车少一个按摩？爸爸我叫爸爸说，作为一个孩子，你把知识你要给爸爸这儿了。爸爸说，孩子也不是，现在孩子们在跟父亲说的成为无身体。爸爸呢就拉着他的手跟他说怎么样的去建这个大楼，说孩子结构应该是这样的，所以孩子们能够来待得更舒服一点，他们就会把自己家忘了。无论这个房子是怎么样建的，爸爸都说哎，待在这儿待5天或者待7天，看看是不是有任何不舒适的地方，以这个方式爸爸就成为身体的在最后的时刻是超越的。OK，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。